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。那个，我是惠泽园小区的这个住户。咱们这个社区是归你们这儿管吧？对，归我们这管。哦，那个领导，我想着有个事儿啊，跟你反映一下。你说。这不是疫情来了吗？这封小区封的太突然了，这也没接到通知啊。这个我一个朋友在我家呢。你看这封在里边了，这是能不能让出去啊？封你就跟你家住吧，那没招了。现在是里不出外不进的。哎呀，那不行啊，这不方便呢。这是个女的，这朋友是个女的，我媳妇没在家，这在一起，这也不方便呢。这万一这个我媳妇回来，这也不行啊。那你现在目前情况啊，这疫情是出不来也进不去呀，这都是封控，你们这是封控小区呀。哎呀，那你这么说，那我媳妇儿也进不来呗？你媳妇儿进不来，我们都是在这把守啊。那她也进不来，进不来，那这就好说了。但是还有一样啊，那如果她这不回家，她老公这也说不过去呀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就实在不行，我给你们想个招吧。那谢谢领导了，你看能怎么弄啥，能不把这事解决了吗？这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幸福稳定，这为了抗击疫情，咱们这各方面都得努力一下。那这感谢领导了，你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吗？那我呢，主要是现在咱们这个社区是工作人员去志愿者非常缺少啊。你看，那我不行，那你我给你们填个表啥的，当志愿者呢？哦，那咱下楼直接下楼，在楼下就可以当志愿者了呗？对对对，哎呀我过个楼道，你送点东西啥的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妈呀！哎呀呀，太感谢了，感谢领导了，嗯，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！那行，没事。那个一会儿我让他填个表，完了有什么事我再跟您联系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随时打电话啊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哎，好嘞，哎。